小雨生日给他准备什么礼物呢？这名字还真直接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要你们店里最贵的礼物。先生是想去挽回自己的女朋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先生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们店里这款玫瑰香很适合先生您。这香可以让您回到过去，如果你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代价会很贵哦。要一起看吗？有爆米花哦。谢谢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倩倩，我保证以后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答应我好不好？好。你微信里怎么都没女神啊？不是有你吗？哼，刚刚那是谁呀？哦，他啊，就是要微信的。我男朋友魅力真大呀。吃醋了？放心，给的你的微信。嗯，拿我当桃花呢？没有，拿你当老婆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答应你，我要做爸爸了。你看你这啥样，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都喜欢，二选一嘛。嗯，我希望是女孩，比较乖巧。这个女的是谁？哎，就一个朋友，你能不能不要疑神疑鬼的？朋友之间叫小宝宝，你以前就是一个海王，我以为你是真的收心，真没想到啊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我就跟他聊聊天，什么也没做，你别小题大做行吗？我小题大做，寄生出轨不是出轨吗？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你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快叫医生！我保证以后你就是我的唯一。微信里怎么都没女神啊？不是有你，嫁给我，我答应你。怎么回事？我老婆呢？先生，同样的错误犯了两次。哼，让我想想。你想干嘛？您这么喜欢沾花惹草，不如就变成花蝴蝶吧。这是，先生，现在您想买点什么？